院长还有本院同仁，我想，医师啊，纳入劳基法的事情，时代力量今天提出这样子的提案，其实我们的心里啊非常的沉重。我们可以了解医护人员他们在第一线啊的辛劳，我们也可以了解病人的确是需要医护的关注，但是整个台湾社会真的亏欠这些医护人员太久太久了。在2013年8月7号的时候，我们的监察院早就已经做出了纠正。这个纠正的内容，我可以再次在这边宣读。劳委会及卫福部对于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的适用已有共识，却因未能积极处理工时予以限制的问题，使得住院医生适用劳动基准法规定的时程一再延宕。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这些改革需要有配套，但是我们要问的是，既然早就有了共识，请问过去这几年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？我再问一次，请问过去这几年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？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告诉医生们，因为要配套，因为要规划，所以我们一言再言，一言再言。这是2013年的纠正文。我知道，把旧政府所有的烂摊子交给新政府承担，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。我们也可以了解，也可以接受，需要一定的配套，但是我们希望有非常具体的时程。本院做成这个决议，只是展现一个非常清楚的态度，告诉我们行政部门，这件事情要有一个清楚具体的时程，积极来做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。否则的话，我不希望过了4年以后，还有相同的提案在本院当中出现。过了4年以后，我们继续的借口是需要配套，需要时间，需要规划，需要缓冲，让2013年就已经提出来的纠正，因为过去政府的怠惰、不作为、没有积极，导致他们现在要下台了，该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完。这个事情的确，新政府要把它担起来。时代力量希望借由本院这样共识的建立，能够督促行政部门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，有效地完成所有相关的配套，有具体的时程。我们真的亏欠这些医师太久了，我们不能够再让他们这样。谢谢黄委员郭昌，现在请李委员燕秀发言。